我最受不了你骗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就你受不了我骗你，所以你要骗。爸，你先别说话。你知不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骗我？刚才叫什么？叫爸爸。请问是杨小姐吗？是啊。几点了？现在？最重要的人都是最后出场。是吗？给我的。一、二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王斌，你去哪里啊？去北京。什么？北京？现在？现在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最了解我吗？王斌。一路平安。快点，快点！对不起，久等了。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们的。别了，臭小子，为什么老见着我躲？这不是人多吗？哎，对对，我没看到。等一下，那个董事长他是您的儿子？这就是你追求的女朋友？我来介绍一下吧，就是天使俱乐部的老板杨红。停！他是你爸爸？我亲爸爸。
就是为了他才不回家的。爸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一开始被人骗，你知道啊，你不让我回家，是他收留了我。后来呢，我就在俱乐部里，他收留。那个董事长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去沟通一下，沟通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爸，爸，那个我一会儿。为什么骗我？什么时候骗你了？你第一次来俱乐部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没有家。是没有家，我没有地方住，不就是没有家？你看你看你，你又骗我又骗我，你明明是董事长的儿子，你怎么会没有家呢？啊！我是董事长儿子，董事长不要这儿子，所以我就没有家了嘛。再说了，你也没问我。如果说你问我了，我不告诉你那是。我什么时候问你啊？你一次一次跟我说你没有家，你没有钱。我就是没有钱，我当时没有钱，我还请你吃饭，是不是？你还喝多了呢。所以啊，我最受不了你骗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就你受不了我骗你，所以我骗。爸，你先别说话。你知不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骗我？刚才叫什么？叫爸爸。我什么时候叫了？但是，我们结婚吧。结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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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婚。但是。